好，听众朋友们，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。今天是2019年7月23号，星期二，农历是6月21。好，听众朋友们，下面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。喂，你好。喂，师傅。哎，你好。师傅你好。你好，你好。感恩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师傅。师傅，我想请您帮我自己的业障自己背。请您帮我看一下，我是87年属兔的。87年属兔的。好，看到了，想问什么讲吧。啊，我想看一下我身上有没有灵性。背上，脖子背这里，经常酸痛。哦。嗯。就是很难受，每天觉得脖子这里很硬。对，好像被人家压住一样的。啊，是什么灵性呢？像一个老太太。哦，老太太。嗯。你现在啊，这个需要多少小房子？我看一下，先给他32张吧。嗯，好，32张。嗯，好吧，32张之后会好很多。你经常擦脸的时候啊，经常洗脸的时候啊，拿块热毛巾啊，就是毛巾啊，有意的放在那个脖子这个颈椎这里捂一下。好，听懂吗？每一天啊，每天教你们个窍门，就是擦毛巾不是用烫的水吗？先第一个洗脸吗？洗完之后再搓一把，擦一下之后不是毛巾干净了吗？然后呢，放在自己脖子这里也擦，要捂一下，每一天捂一下。如果你一天擦两遍的话，你这颈椎脖子会软很多。当然了，你如果是灵性的话，你把灵性念掉。你再经常捂一下的话就会好很多了，明白吗？哦，好的好的，感恩师傅。师傅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我现在没有工作，然后现在想做一个小生意，您看一下这个生意可以做吗？几年属什么再讲一遍。几年属什么的再讲一遍。啊，87年属兔的。你开始的时候呢，这个生意呢是依靠别人的，我现在看。是别人给你出点子的，别人叫你这么做的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但是到后面呢，你要可能要自己独立的做。就是这个还是可以做的是吗？但是我现在看前景不是太好了。你这样吧，你现在在暂时没工作的情况下呢，一边找工作，一边呢可以啊，一边可以先这个试着先投石问路吧，先看一下吧，好吗？先做做看吧。好的。师傅，我因为我想到澳洲去，然后签证一直不太好办，我就想通过这个方法看能不能过。跟菩萨许愿吧，小丫头，好吗？好，好吧，我一定会好好许愿，求观世音菩萨保佑的。感恩师傅，一定要乖一点啊！我们只有靠菩萨。师傅，对不起，我做了很多错的事情。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事情不顺利嘛，就是因为过去。好好忏悔一下自己的毛病，天天要好好修行。真的。所以人如果早一点修的话，就不会有这些磨难，听得懂吗？所以，但是你要反过来想想，到今天为止还有很多人在做坏事呢。他们根本没有想到，等到哪一天躺在医院里的时候，再忏悔都来不及了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好吗？感恩师傅，再感恩师傅一直在救我。好吧，好好改吧，多念心经，多念心经。我还想，我帮一位师兄问一下他的莲花，他是23788，是你师兄？对，看到了，莲花在。莲花在，莲花是什么颜色的？好吗？白的还可以。好的，感恩师傅，师傅您保重身体，一定要为我们保重身体。再见。师傅感恩你，我自己的业障自己背。感恩师傅。坚强一点啊。所以人生一点都不能出差错，可能出一点差错，可能你会遗憾终生啊！很多人一辈子就是活在后悔当中。喂，你好。哎，你好。
你好，师傅。你好，你好。啊，等一下啊。喂喂，你好，你好，卢台长，是卢台长吗？是，是卢台长。啊，卢台长太激动了，这打了好几个月电话才打通您电话，我太幸运了。嗯，谢谢。我是那个，麻烦你看一下96年属鼠的男孩。96年属老鼠是吧？96年属鼠的男孩。嗯。喂、啊，看见了，想看什么讲吧。嗯，他的身体情况有没有灵性？这孩子有点自闭啊。嗯。嗯，有点自闭啊。对啊，整天不大愿意跟人家讲话。哦、嗯。哦。整天要玩玩，我看他在一块玻璃前面玩东西。嗯。他那个涂的颜色是什么颜色？偏白的。白的，偏白的。嗯，96年是吧？他，嗯，96年属鼠的男孩、嗯，就是他。一到晚上，哦、一到晚上有就有点自闭了，想不通很多事情。一到晚上有点自闭，想不通，他身上有没有灵性？啊，有啊，在他房间的右上角。在他，他得什么？进房门，进房门的右上角顶上。右上角，我家房子里的灵性是？对，是他的房间里的，应该是他惹的。是他的房间，是我家的房间。他现在不在家，在外地。我看一下啊，我讲几个特征啊，我不知道是他的家还是你的家，我讲几个特征啊，好吧？哦，好。有一个铁门的，就是门有一个山栏的那种门的。住在、哦、他现在在外面 住在高层的那种，嗯，高层的，他现在在外面，他现在在外面住。哦，那就是他的家了，那是他的家里的。嗯，在我家里吧，就是。嗯、你家里有没有山？有没有一个铁门啦？山栏的那种镂空的那种铁门？没有啊，我需要给他念多少张小房子啊？你家的木头门外面有没有一个山栏的一个铁门？就是有，哦，是栏的，有是。我一天到晚被你们冤枉的，我看得清清楚楚。对不起，哎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太激动了，是你们家还是我们家？我早就跟你讲了，否则又被人家冤枉了，哎。对不起，台长，我太激动了，就是、有一次有点太激动了，就打了好几个月电话才打通，就是、你们太激动了。就是你们家里啊，你们家的右上角啊，右上角，他过去住过那个房间，他过去住过那个房间。哦，那需要就是念房子的要经者吧？需要多少张小房子？32张就好了，嗯。哦，就是写那个我家。房子的要经者就可以了，嗯。行，谢谢。那他事业的方面，他现在需要他现在转行可以吗？来年？什么？他来年他事业方面上，来年他可以复原吗？啊，这个不要看了吧，好吧，这个就不要看了。你反正多帮他念念经，保佑他平平安安，能够。学习啊，工作都进步，然后求菩萨保佑他就可以了，好吗？谢谢。能不能咱看个72年属鼠的可以吗？我这太激动了，打了好几个月的电话。72年属老鼠啊？对，你身体，就是我自己。啊，你的身体很不好哎，你的肾脏很是肾脏很不好，腰很不好，嗯。对，太对了。啊、还有你呀、啊，有两个脚没有力量啊，手发麻。是，没有劲儿。是的。哎、啊，听懂了吗？太对了，台长、啊。还有啊，你的手啊和脚啊经常会发麻，听得懂吗？嗯。对，太对了，啊、台长。明白了吗？啊、嗯。明白、啊。需要念多少张小房子？我这已经念了有数不清了，也反正最近念了100多张了。对，
你接下来，你接下来还要念，好吧？嗯。你靠你靠念经的话，再慢慢消你的业障呢。否则的话，否则的话，你这个身体会突然之间会垮下来的。你现在念经，我就是不垮下来，听得懂吗？嗯。对对对，我就是我现在已经吃素一年了，是吧？嗯。我需要小房子多少张？你需要小房子多少张？嗯，我看看啊。你需要小房子还得念108张。行行，好的好的。好吗？麻烦你看看我。你要注意啊！我刚刚看你图腾啊，你的泌尿系统不好啊，你的泌尿系统不好，听不懂啊？小便多。谢谢我。哎、啊。对。有时候有浮肿的现象，是的，对啊，是的，就是尿液出不来的话，就会腿就会肿啊，所以你的关节就不好啊，对对对对，你所以的关节就不好，听不懂啊？嗯，对对对对，是的，是的，台长太准了。嗯，啊、好了。我那个麻烦你看一下，我打胎的孩子超度走没有？你再讲一遍，你几几年属什么的？我打第二年老鼠。啊，走掉了，走掉了啊，走掉了，没了。嗯，啊，那我的图腾颜色是什么颜色？麻烦你看一下台长，我这太不容易了，打通电话，我是东北那边的。嗯，白的白的。嗯，白的啊，谢谢。我的功课需要怎么做？麻烦你给调整一下好吗？你要多念大悲咒，增加自己的能量啊。我一天27遍。要多增加自己的能量好吗？好。礼佛3遍走吗？礼佛3遍就可以了，嗯、好吗？心经21遍。对，好吗？你多念一点，你多念一点消灾吉祥神咒，因为你这个人呐、啊，小病小痛不停的，嗯。啊，我身体一直不算太好。小病不停，这就是内分泌失调，所以睡眠也不好，听懂了吗？是睡眠不好，是的，是那个。因为我看你，因为我看你就是那个灵性老趴在你身上，哎，这个是很大的麻烦。晚上睡觉的时候就趴在你身上，趴在你背后，明白吗？对，我后背不舒服，颈椎不舒服。啊，现在知道了不啦？跟你找出毛病来，知道了，赶快念经把它超度掉呀。好吗？好的好的，就念写房子写那个我的药经者吧，就是。对对对，好吗？那我需要放生多少条鱼？300条。嗯。300条，好的好的。不着急啊，慢慢放啊。嗯。哦，好的好的。麻烦你那个96年属鼠的，刚才看的那男孩，96年属鼠的，放生多少条鱼？96年属老鼠啊。男孩放不穿多少条鱼？96年属老鼠，96年属老鼠，放生多少条鱼？啊，放生要放500条，慢慢放。嗯。嗯，好的好的。其他。他是的，一到晚上好像有点想不通。对啊，我就刚刚不是跟你说，一到晚上灵性就来了，听不懂啊？嗯。好吧。你知道了，明白了。好了好了。他现在。没时间了、啊、好了好了，谢谢，感恩龙台长，再见啊，保重身体，龙台长，再见再见，好的，坚持念经啊，听台长话、嗯、好吗？嗯，好的好的，太感恩您了，感恩台长，感恩菩萨。嗯，喂你好。喂师傅你好。嗯，你好师傅。哎师傅。哎我打通了。哎嗯师傅，那个今天是看图腾是吧？是，讲吧。嗯。那个我是88年属龙的。嗯，说吧，想看什么？想看看我的身体。哦，睡眠不好。嗯。头昏眼花，想的太多。嗯。浑身无力。师傅，我错了，我。浑身无力，嗯、听不懂啊。嗯嗯，我都看到了。师傅，我忏悔，我做错了很多事情。对，犯邪淫了。以前我有邪淫的业，啊、邪淫的业障。邪淫不能的，你因为你身体会垮掉的，听得懂吗？嗯，师傅，我错了，我忏悔。嗯，所以我告诉师傅，我那个伤精神啊，嗯、伤体力啊，
明白了吗？嗯，我知道，现在是我改了。嗯，感恩观世音菩萨慈悲救我，感恩师父救我。嗯，师父，那个我想看看，我跟我老公之间什么时候能有孩子？你老公属什么的要讲啊？我老公是89年属蛇的。你呢？我是88年属龙的。嗯，要到明年春节，我不知道这算不算10个月。如果到过是明年2月份的话，10个月也不到，应该到明年10月份、2月份的时候才会有那个光亮出来，明白吗？到明年2月份。嗯，才会有。那师傅你感应一下，你说我现在做的这个是不是不可以啊？因为我的那个输卵管不通。对，然后那边也不太好。嗯，知道，看得清楚了。嗯，输卵管不是两根不通，是一根不通。嗯，对，是一根不通，那边黏黏。对啊，因为我跟我对象已经结婚快5年了。我跟你说你要记住了，一个呢是过去犯邪淫的业障，所以你必须要经常吃素。你现在吃全素了没有了？我吃全素了，师傅，我从2015年吃的全素，啊、给你打算电话。戒蛋戒蛋，你要生孩子的话，把鸡蛋戒掉。嗯。嗯，好，师傅。听懂吗？嗯。听懂，师傅，我戒鸡蛋。你要记住，凡是妇科还有婚姻不好的，都要戒鸡蛋的。啊，师傅，我知道了。那师傅，我88年属龙的，我身上的业障，有多少，在什么地方？88年属龙的，我28，主要在腰背上，主要在腰背上，腰很不好啊，腰啊。嗯。腰整天是腰酸背痛的，哎。嗯，师傅，那我身上有灵性吗？需要念多少张小房子？哦，你过去有一段时间被灵性搞得有点忧郁症了。嗯，对对，师傅，嗯，是挺忧郁的。很厉害的，就是灵性搞的呀。你要是再不好好念心经的话，你就完了。赶快念心经啊。心经我现在是21遍。21遍是吧？嗯，对，大悲咒21遍，心经21遍，27遍，49遍最好了。最好了，你能念到49遍你就好了。嗯嗯，那个我礼佛念5遍现在。哦，那可以，你要心经要跟上的。嗯啊，那个师傅你看看我的莲花吧，我那个弟子正好是2875。2875，我莲花倒还在。那个长得还可以吗？还可以啊，你这个莲花偏粉红色的，后面有一位菩萨，你这个莲花开的还像扇子一样，挺好看的，一节一节的，就是一折一折的。感恩师父。说明你这个孩子就是说心还是蛮诚的，有菩萨保佑你呢，但是你要记住了，你千万不能再做坏事了，听得懂吗？是师傅，嗯，我一定好好修，师傅。好了。师傅，那个你看一下我们家的佛台怎么样？因为我们自己家，那个很好，没问题，可以吗？可以，没问题。嗯，感恩师傅。嗯，那师傅，我一共需要念多少张小房子？88年属龙的，至少好几波108。至少啊，你把它念完吧，你。你现在79章至少要念79章。是哪地方面的灵性？是在腰上的吗？是的，腰上和腿部都有，这个灵性跑的。好了。好，那师傅，你再说一下那个我跟我老公之间需要要孩子这个事情，我需要一共念多少张小房子？一起的呀，就是一起的呀。刚刚跟你说，至少先念79章呀，好吗？79章。嗯，好吧。当然，师傅。嗯。师傅，祝你生日快乐，发健康，救度更多的有缘众生。嗯嗯，谢谢。好。师傅，再见。师傅，再见。再见，师傅。嗯。好，听众朋友们，因为时间关系呢，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。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